今天天使队持续在德州作战，不过德州游骑兵队因为现在战绩非常好啊 ，Hell by ho！ 游骑兵队呢在大谷翔平第一次上来打击的时候，全场大喊 Overrated， Overrated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在英文教学 ，Overrate 就是呢你名过其实的意思，你根本没有那么厉害嘛。结果呢，好，你既然这样喊，大谷翔平手打席就打给你看。在手打席呢，就先敲出一个右半边的滚地球，看起来平凡无奇，但游骑兵的一垒手 Snell Low 守的稍微深了一点点，结果等到投手 Montgomery 去补位的时候，他赫然发现大谷翔平赛啊，这怎么会安全上垒呢？但不要忘记啊，大谷翔平他今年呢从本垒跑一垒的速度，全大联盟这么多人，你看他排第14名，够快吧？去年更快，去年本垒跑一垒的速度是全大联盟第5名哎！这个人真的无所不能，一开始就跑出一支内野安打 ，overrated！ 你在说什么？但是呢，接下来大谷翔平，被抓到了，因为 Montgomery 是个左投手，有左投手的一个优势。结果呢，他看到大谷翔平往二垒启动，结果就一个 pick up， 就是抓到大谷翔平的盗垒失败啦。在二垒之前被 Corey Seager 给刺杀出局，这个相当可惜。要不然大谷翔平他其实也是天使队的盗垒王，所以大谷翔平在天使队真的什么都要包办，全垒打、打点、打击率、盗垒，然后三振四数、四责分率、胜场数，反正天使队你能想到的数据，大谷翔平都是第一名，真的是妖怪，在班上品学兼优，长得又帅，成绩又好，考试都100分，老师最喜欢他。真的太可怕了。不过大谷翔平第二次打击的时候 ，Jordan Montgomery 这一次记得去补位了，就抓到了大谷。然后第三次，这个 Jordan Montgomery 嫌每次碰到大谷都要跟你赛跑，怎么有没有那么辛苦啊？干脆雷包上面塞两个人以后，用一个非常漂亮的声卡球，让大谷翔平三球早安、午安、晚安 ，Ohio 三振出局。这个大谷翔平今天四次打击就打出那么一支安打而已，而且第四个打击还碰到了火球男 Chapman， 转战到游骑兵队以后速度更快了，103英里的火球，大谷翔平还是又打到，但是呢又是右半边的滚地球出局。大谷今天四支一， Corey Seager 呢是游骑兵队的强打者，今天单场双响炮还打了五分打点，天使队又再度以3-7输给了游骑兵队。天使队啊，最近的14场比赛输了11场比赛，跟季后赛是渐行渐远了。